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娘，那他们指着什么活？哎，别提了，就仗着姑娘胡西波卖啊。你想，那一天能赚多少钱呢？哦。哎。啊。你也三十好几了。哎，又是烤箱式。别打岔呀。杨姑娘也二十多了，还没有婆家，干脆就把她给娶过来。啊。啊什么？他们娘俩无依无靠，你整天疯疯癫癫的，正好一对儿，就这么办了。娘，干嘛？娘，那人家肯吗？嗯，怎么不肯？咱们哪点配不上他们？就看你愿意不愿意。请咱们一厢情愿也不行啊。瞧你说的，他们家穷得连饭都吃不上，嫁给咱们还不愿意啊？准行。明儿一早我就跟他妈去说去。哟。回来听回信儿。